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，我根本没有换孩子，今天就是我的亲骨肉，难道你们连我都不相信吗？爹，沈伯父，我们相信您，可是梁莹不信。要是不查出其中的究竟，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年夫人快临盆的时候。 爹派我出门谈生意，我本来是想在夫人生产前我赶回家的，可没想到遇上了大风浪，所有码头全部停顿。等我赶回家的时候，夫人已经生下了景天。这么说，今天出生的时候，爹您并不在场。那刘妈呢？刘妈一直陪着娘吗？今天就是刘妈接生的。也许刘妈知道一些连您都不知道的隐情呢。就算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，我夫人会知道啊。我跟她讲过，我不介意生男生女，她又怎么会介意呢？有哪个当娘的？ 忍心把自己的亲生孩子送走啊！不行，我要去找梁莹，我要让她把静妃和倚天都还给我。爹，沈伯父，爹，您不能去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好，就算我是他说的那个无情无义的爹，那他把我拿去就好了。 为什么跟我的儿子孙子过不去呢？爹，您先别着急，您想想，严征已经把您的意思转达给梁莹了，可梁莹仍然一意孤行，她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就算是您去当面跟她对质，她也不会相信您说的话的，因为她心里已经认准了您就是那个无情无义的爹，所以您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。她现在一定巴不得您自己去找上门呢，可是。 可是，既然您不是他要找的那个爹，那我们又何苦送上门让他羞辱呢？沈伯父，嫂子说的对，梁莹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。爹，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找到刘妈，让刘妈把今天出生前后的事当着梁莹的面讲清楚。有刘妈这个人证，总比我们跟她口说无凭的好吧？沈伯父，您就听嫂子的吧。二太太现在已经不在了。 您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，您先跟我们回高桥镇吧。是啊，爹。我知道您非常担心静妃和逸天他们，就算他们现在已经落到梁莹的手里，梁莹也不会对他们下手的，毕竟他想要报复的，只是您呢。可他为什么要对蝶舞下手，啊？ 谁呀？来了来了来了！
回去，回去，快开门！来了来了，开门！俊爷，开！你们这，给我搜！你们去那边。俊爷，是俊爷，让开！过来过来。我问你，沈家的老太婆刘妈有没有带孩子来过？没有。没有？真没有。报告，全都搜过了，没有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收留那个老太婆和孩子，别怪我不客气，听懂了吗？是。走。走。沈伯父，匆忙之间只能找到这样的房子了。虽然有些简陋，可是这里地处僻静，比较安全，离江家也不远，方便冬雪嫂子来看您。谢谢你了，这里已经很好了。爹，您在这里就好好休息，什么都别想了。静妃、刘妈还有一天他们的事，就交给我和严征去办吧。嗯，一有消息就会来告诉您的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也累了一整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哎。那我们先走了。静妃呢？刘妈还一天呢？你把他们藏哪儿了？你把孩子还给我吧！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！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儿，我可以用我自己来做交换的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！我说了，我没见过你的孩子。严正，嫂子，您别着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为了报复，不惜杀害无辜。蝶舞的死只是一个意外。若是他们当时不跑，跟我的人乖乖回来，绝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他们为什么要乖乖的跟你回来啊？你把沈家的人已经逼得无家可归，无路可逃了。他们见了你就像见到鬼一样，当然要躲着你了。我说了，那是个意外。我没有想伤害他们。刘妈带着一天跑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沈老爷他真的是无辜的，沈夫人临盆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家。他那根本就是狡辩，当年就是他亲手从那个人贩子手里把沈敬天抱回家的。嫂子，我不想偏袒梁阳，他的确做了很多对不起沈家的事情。可是，我现在并不认为他是认错人了。那你是觉得我爹在说谎？不不不，我觉得沈伯父和梁莹好像都没有说谎。那这事儿讲不通啊。是啊，我也是想了一夜，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。我相信我爹是不会说谎的，他不会做出这种偷换亲生骨肉的事。可是梁莹再混也不会混到栽赃无辜的份上。要先找到刘妈和一天才行。冬雪。廷恩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江少爷，我刚刚去这儿的警局报过案了，他们答应发告示，帮着一起找一天。严征，我想再去竹林附近找找。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我去警局探探消息。
麻烦你了。嗯。冬雪，哥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家里来了一队人马，个个凶神恶煞的，还都带着枪，说是要找刘妈和易天。我和你嫂子想，沈家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？都找到咱们家去了，看来刘妈和易天真的不在梁莹手里。他们没找到刘妈和易天，就走了。沈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还有这里怎么这么冷清？这事儿以后再告诉你吧。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呢。你说。你帮我去找找刘妈和易天，他们已经失踪两天了。娘，啊，你回来了。嗯。我听婷恩说，大夫来看过你，说您见好呢。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没事吗？见过婷恩了。嗯。你不在家，他天天念叨你呢。沈家那边怎么样？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不想让我担心，可你也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憋在心里，有什么需要你就开口。咱们江家虽然败落了，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有的，总还是能帮上些忙的。谢谢娘。你不是总说沈老爷拿你当亲生女儿吗？那我和沈老爷就是亲家了。亲家之间往来，你还跟我客气啊？我知道娘心疼我，您安心养病吧，只要您身体好好的，就算是帮我了。一个人两边跑，还是要当心身子呀。嗯。站住！专员不想见你。梁莹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站住！行啊，翻脸就不认人了。下去。专员说了，他不想见你。你们到底把沈家的人藏哪儿了？闭嘴！说什么呢？你少给我装蒜。梁莹已经承认了他跟静妃的失踪有关系。而且他也承认了，是他派人去抓的沈家二太太，还有刘妈他们。他做的事儿你能不知道？啊？你不一向都是他身边忠心耿耿的奴才吗？你把嘴巴放干净点。可以，我也没工夫跟你浪费口舌。你给我让开！专员说了，不想见你，滚。住手！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小刚子，你们两个都吃饱了撑的是吧？耍给谁看呢？爹，吃点东西吧。昨天晚上您就没吃，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啊。不过就是一夜之间，一家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一个都不在我的身边了。我沈希莲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梁莹会这样对我？您别想太多了，静妃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我努力奋斗了一辈子，自认为无愧于天地，对得起沈家的列祖列宗，可到最后竟然落到如此地步。我自以为我能够担当起一切，可想不到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。爹，冬雪，将来请你替我好好照顾静妃一天。爹，他们也是我的亲人，您不要这么说。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。爹，这是江老夫人让我带给您的，他说江家遇难不比从前，只希望您能保重身体，这个就算是他的一点心意。江家又遇上麻烦了吗？放我出去。小帅，放我出去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小少爷，我想我爹了，我要回家。小少爷，干什么呢？我回家。你们放手。他要跑。谁要跑了？我要回家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静妃，为什么要回家呀？姐姐这不好吗？我想我爹了，我想家了，我想刘妈了，我想二娘和小天天了。可是姐姐希望你留在这陪我，你要是走了，谁陪姐姐呀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先回去，我先回家住两天，然后再回来陪姐姐好吗？不好，你不能走。我不，我要回家嘛，我就是要回家。静妃别闹，姐姐给你买好吃的。不行，我要回家，回家，我想回家。住嘴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也不许去。给我看好他。是。是，真是愧对江老夫人，好好的一个江家竟然毁在静白这个畜生手上。天灾人祸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静白早前来竹林小屋也偷过两次，被蝶舞和静妃抓个正着，我见他可怜没有追就放了他，想不到他真的惦记上了江家，叫我如何面对江家？爹，您千万别这么想，要怪也只能怪静白太贪心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也都是他罪有应得呀。没想到江家近来也是多灾多难，这个时候还让你来帮忙沈家的事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走走走。
走。江少爷，严警官，您来了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我把曹海抓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是曹海回来了吗？娘。是曹海回来了。娘。娘。是严警官把曹海抓回来了。好，我要见他，我要见他。大少爷，我错了，大少爷，我错了。大少爷，我娘病了，曼云死了，江家毁了，这是你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，不久以前还是热热闹闹的一个家，可是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你给我看，我要你看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我娘待你如同自己的亲人，江家没有对不起你，你居然对江家这么绝情，你都得到什么了？都得到什么了？说，进来吧，娘在等着呢。进去。真没想到，我还能活着看见你被绳之以法。看来老天爷对我还是挺关照的。曹海，这些日子在外面你过得可好啊？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你。不敢。一个大男人敢做就得敢当，让我看看都不敢，那你当初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做假账糊弄我啊？把头抬起来。在我跟前的时候你还有个人模样，可是现在你看看你自己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老夫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辜负了你，我辜负了你呀！我一个将死的老太婆，我算什么呀？是你对不起你自己，是你辜负了你自己。娘。你枉费了在江家这20多年的日子啊！你13岁起到江家，一直跟在我身边，我待你就像待自己的孩子一般。我问你，我亏待过你吗？没有。我委屈过你吗？没有。你恨我？不恨。那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把我这辈子的心血都毁了。老夫人，
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畜生啊！老夫人，我真的错了。老夫人，娘。娘，老夫人，我错了。老夫人，我错了。嫂子。哦，我听婷儿说你把曹海抓回来了。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已经收押了。还有，他主动承认当初在狱中买通狱卒，想要害你。后来事情没有成，他又把狱卒给毒死。这个曹海怎么会？那你们要怎么处置他？偷窃钱财、买凶杀人、毒害人命，这条条都是重罪，恐怕是难逃一死。那江家被他卷走的那些财物呢？已经被他挥霍的差不多了，只追回了一小部分。严正，能不能让我见见他？好，我来安排。廷恩，冬雪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还是没有消息吗？哦，来，坐下休息一会儿。明天你在家里，我去找。江家如今虽然是落难了，可至少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。婷儿，你是江家唯一的男人，你一定要替娘支撑起江家才行啊！我会的。过去是娘替我们遮风挡雨，现在该我们来安慰和照顾娘了。只要让娘看到江家的希望，娘就能支撑下去，娘就能心安。快喝吧。爹，爹。站住！请问你找谁？我找梁专员。梁专员有吩咐，不见客。我有急事要找他，麻烦你禀报一下。让他进来吧。你来干什么？沈老爷在哪儿？我也正在找他呢。沈家已经是家破人亡了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？你怀疑是我把沈希莲藏起来了？我求求你，梁莹，你放过沈老爷吧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也不知道沈希莲她在哪儿。你到底说的哪句话才是真的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行了，放开吧。薛姐姐，静妃，怪帅到你了。姐姐就是不让我回家。严正找到了沈静妃的房间，想偷偷把沈静妃带走，被我逮了个正着。这都是被你逼的。我要是找不到静妃，我就没法跟沈伯父交代。刘妈和一天呢？刘妈和一天不在梁颖这里。您找到他们了？没有。梁颖，我求求你放过沈老爷吧，只要找到刘妈，一切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。你把沈伯父也抓起来了？我说了我没有，沈希莲她根本就没在我手上。哎，你嫂子，你们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啊，回吧。静妃，咱们走。梁颖，你真……你什么都别说了。燕正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希望因为沈希莲的事情
影响到我们两个人的感情。我也不希望你处处跟我作对。是你坚持要跟沈伯父作对，跟沈伯父作对就是跟我作对。我的一切都是沈西莲造成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沈伯父他没有换过孩子。我也跟你说过了，是我那个人贩子的爹亲手把沈敬天交到沈西莲的手里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会让沈西莲死得这么痛苦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你何必呢？你把沈伯父给藏哪儿了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沈西莲他不在我手上。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梁颖已经被你杀死了，被你心中的怨恨给杀死了。从今天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就此绝交。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？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杜刚，出来。专员，找我什么事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什么事情？没有您的命令，属下不敢。你真的没有对沈西莲下手吗？真的没有。好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你要是敢背着我做任何事情，你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就算你我是患难之交，我也绝不会对你手软的。属下明白。你去一趟警察局，让他们搜查全镇，务必找到沈西莲、刘妈还有一天。是。娘，喝药了。这两天看着您的身体有些健好了。还是浑身无力。陆雪，娘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嗯，好。你知道娘想说什么吧？你知道娘也得说，娘不说闭不上眼啊。娘，娘知道庭院心里有你，娘也知道你的为人，所以并不想为难你。可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庭院。以后的日子还很长，娘希望你能过得好。人活一辈子，不就是希望活得有滋有味，活得顺心吗？娘看得出来你心里也在乎廷恩，你们有这样的缘分，是老天爷对你们的恩赐，你们可要珍惜呀。能手牵手的走完一辈子，那是你们的福分。我知道我说千句万句也抵不上你心里的两个字，敬天。我只希望有一天你心里能有庭恩两个字。冬雪，庭恩，我让厨房做了一碗汤，趁热喝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一天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你等等。
怎么了？我心里好慌啊，今天，当初你就是拿了我送你的伞离开的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把伞是我亲手画的，你带在身上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伞就是伞呢，我好后悔让廷恩带着伞离开呀。也许是我想多。但一直以来的种种变故已经让我成了惊弓之鸟，我再也经不起什么打击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现在警察局已经全部都出动了。你是在动用全镇警察的力量来帮你演这出戏？你是一个政府专员，以你梁专员的能力，想要找个人岂不是太容易了？如果连你都找不到的话，那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哪。你是不是已经对沈伯父下手了？杜刚，就像你对敬天一样，马上把沈希莲给我找回来，而且要毫发无伤的带回来。我不让他死，他就必须给我活着。姐姐，哦，小峰，你回来了。姐姐，我走的时候你就在这里，我都出去这么久了，你不会一直在这里吧？没有，我刚出来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么担心我哥？你放心，他不是孩子，又不是第一次出门。你哥他是带着伞走的。天阴的这么厉害，他当然是要带伞了。走吧，回屋等吧。哦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再等会儿。啊，哎，我哥回来了。我去给娘煎药吧。哎，姐姐，小峰，看什么呢？奇怪。姐姐等了你半天了，看你来了，她就走了。沈伯父，秉承，您到底去哪儿了？
虚乌有。哼，一心要霸占沈家的财产，当然不肯承认自己的卑鄙手段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说得清楚一点。当年你眼见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而我已经有了儿子静白，若是大嫂不能一举得男，爹就得按照祖制把沈家的一切传给我们父子，所以你就背地里偷龙转凤，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在算计你的东西，有时候心里想起来还有些愧疚。呸！闹了半天，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飞花的青春离开我，心如刀割。伞下的风雨淹没了光影，扑朔几段风雨，爱情随风逝去，天涯浪迹几番相遇，仿佛前世的错，今生来提。春去秋来到，几多愁。色更浓，岁岁又年年，梦还在，刻骨的誓言，随风远去，奔跑在身边。是在许。